可以玩上单的，打上单的话咱们一起学一个，看一下学个啥。好吧，主 EF W 嘛，对吧，一级的话咱们有点弱的啊，一级有点弱。咱这把打青钢影，我好青钢影没有带点燃。一级学个E，摇就玩智了啊，摇他。这个英雄可以上，可以打上单的，挺强的。只是一个冷门上单而已。怎么说？青钢影，不要着急。生活还没能改变你，那你已经摇一摇。清线非常快，想 A 我 ，A 一下。摇一摇，有耐心才是好人，去哪否则就是死猎人。摇一摇，哎呦，带点燃好了呀，死了，哎，没死，我操，没事，带点燃好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，我觉得带征服者应该好，可以啊，差点伤害，我靠。很难受。就差一滴血。带征服者应该挺强的。因为我带余震，这一波我天赋符没有触发。摇一摇。赶紧推线，不推线等下被他打野来了。摇一摇。舔一舔，触发余震，摇一摇，好，溜了，插个眼，打是可以打的，等一波打野，舔到，摇一摇，逃命也只是徒劳。摇一摇，到了个一，打不过他，重来一局，哎，差一点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符文天赋带错了。不灭还是可以的，我刚才带不灭应该还可以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短了，有点短。这把有点逆风了，这把有点逆风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先补个刀，不跟他打了。怎么样才能打得过他呢？现在这个好像不太好打他了。来和我玩吧。主 E 没毛病的，可以主 E， 没事。虽然说咱对线没打过他，咱们有一手大的。我现在只要单杀他一波，我的劣势全回来了。舔，摇，哎，溜，来，摇 ，A，A， 好，要喝一下，摇，溜了，哦，五级 A， 舔住，摇一摇，还是打不过呀，哦，很烦。打不过他太难了。
他能逃吗？干不过他。跟我玩吧。嗯。等我六级，六级感觉可以打得过他。等我出个之前，我应该。嗯。青钢影上单干不过他。稍微带上单是真可以玩，火纹天赋带错了，这人有点膨胀感觉，摇一摇，来打我了，摇一摇，哎呀，他不敢打了，因为我喝六了，他这一波再跟我打，他就上当了，摇一摇。伤害不低的，咱伤害肯定不低。为什么主 E？ 不主 E 主啥呀？难道主 Q 啊？嘿，快回来！赶紧退去，溜了。这一步回家，感觉有机会可以杀他。带个日炎，再来一个布甲。感觉这一波感觉可以跟他单挑一下。我带的余针没啥用。定身住一名敌人会使你的护甲和魔抗提升 2.5 秒，随后爆炸造成魔法伤害，造成了72点伤害，对面不灭伤害了206。你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？符文有问题，符文问题非常大。摇一摇，舔一舔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开刀，摇一摇，舔一舔，喝药，摇一摇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怎么打？这他妈是真的破防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真他妈没打过，我靠！没闪了。哎呦，我这一波给他终结了，他没了呀！他这个赏金给我拿了，他怎么跟我打？来个魔抗！你看他不一定打得过我的，我零杠三差点把他三杠零杀了。有大的话，他不一定打得过我。伤害差一点，可惜了，这一波有点可惜。不过没事，这余震不行。兄弟们，我觉得阿木木能不能带征服者呢？是可以玩的。看到没有，真可以玩。适合他的话可以带一个征服者，或者说是不灭之物。我虽然说死了四次啊，别急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吃个塔皮好像吃不了，溜了。嗯，回家一波。反甲500块，等个反甲。来和我玩吧，可以出个反甲，他这个装备还有机会杀的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打野你信我，你来抓一次，我直接飞了，起飞。嗯，差点伤害了他这一波，如果信我，这把我感觉我有机会可以飞。嗯，别回家呀，你回家干啥呀？哎，你这个小老弟有点不讲武德呀。九级了，不能跟他打了，看情况吧，别看情况了呀，看情况我。嗯，不要看情况呀，小老弟。
有。舔，有。你在还手吗？有，哎，不慌的，嗯，夹缝中舔，有，有，来，开大，借再有，有，不用，一打二，这一波打不过的话别怪我，开大呀。哎，漂亮！哎呀，我别脏逼兵，立功吧！立功立功立功了，我有 TP 的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好，666，来和我玩吧。感觉可以把这塔推了，说实话。日眼1350，差个眼。其实刚才人马他失误了，刚才的话他直接大的可能大到两个。那这个人出神圣分利器了，打不过了，别跟他打了，现在肯定打不过他。风女有点燃有大，他让我勾引一下。舔住，有生存分力器了不起啊，有，等下一波舔住，那你这一波的话就过分了，他没练刀，练刀的话青钢已经死了，我很肉的，我这个上单非常肉的，你看我这舔功。我这个舔功还是有点顶的，嗯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你吓到他了呀！你给人家吓到了，我觉得感觉可以越塔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一血塔。三个打一个，大刀就死，可以再推，感觉可以越了。舔刀，开大，摇起来。哎呀，你咋走了呀，哥？我靠！哎，可以，漂亮，还差一刀。哎，漂亮，可以。还差一下变身了，骑马开练，他死了，帅，可以，这一波立功了吧？日炎来一个，出一个日炎肉，嗯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嗯。我0-6有点，虽然说战绩有点差，但是这把很肉，真的很肉。阿木木这个英雄天生就很肉。嗯，1600滴血。嗯，有时候我立什么功了，可以。夏虫不可以语宾，不跟你多逼逼。嗯，对面都把技能交给我了，我不立功谁立功？对面无影闪现给我来一枪，他没有闪了，跑不掉了，对吧？他们把技能交在我身上，然后呢，我吸收了成吨的输出，怎么会不立功呢？我觉得挺立功的。摇一摇呀，打团了，不跟他玩了。我这英雄不太适合单带，直接打团，有大就打。我经典绕后了呀。经典绕后舔一舔，摇一摇，交闪了，漂亮！等我大，
等我到，感觉可以上了。舔到，二柱摇起来，我来扛伤害，你们打输出，我来扛伤害。这一波没打过，等你开吗？那肯定嘛是等我开啊。我觉得这一波的话，有点失误了，掉墙上了，坏了，这都不死，我操，这他妈这都不死，这个人比我还肉。没事，不慌，凑合你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刚才那一波 ADC 应该来打的，咱二到三个，还把一个辅助秒了。他如果来补点伤害的话，这一波团是不可能打输的，好吧？但是如果你们要真的要怪我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，因为我这个战绩没有话语权，啊。直接推线，嗯，刚才那一波上是没毛病的，肯定没有毛病。第一，我在扛塔，啊，你说队友扛那是队友我的问题，妈我在扛塔，他们怕啥？嗯，推线，好吧，嗯，这把符文天赋带错了，带对了就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打团去了，舔起来，开大摇，对啊，不要吝啬手中的大刀，有就放，直接推，舔到摇。死，开大摇，继续舔，开 W 哭，哭给他看，烧，你看，你看我多肉，看到没有？怎么打？我 TP 出来啊，别急。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我可以舔到人呢，但是我不舔，走。我溜了，我没蓝了啊、哦！舔到，哭给你看。没事，扛伤害。你先跑，你先跑，你跑，你跑。那他妈就上当了呀！那早着卖了就好了。来一个面具，来一个。嗯。有 TP， 有 T， 有 T， 有 T， 人马来了 ，T 一波，我们回中，让他去边路带，我不能带，因为我有大招，我们跟团就行了。鸡有没有？摩德鸡偷龙吗？我开 W 偷龙挺快的。哦吼！
哎，注意起来，开打！舔，继续追，等下波 Q， 闪现舔，摇，赚了，无敌大控，好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推，队友打大龙可以，把这波线处理一下。我虽然说出手，但是输出还可以。嗯，好，直接推挡。咱去偷小子，偷大龙，开 W 偷龙很快。嗯，啊，看 W 偷龙挺快的，因为我是最大生命值的，啊，贼快。嗯，伤害其实非常高的。嗯，装备的话，这个反甲吧，咱这反甲好像不行，来大面具吧。差钱呢，这个，嗯，差钱，1600。我们这是要去，你看，哪怕上路炸了，我打团也挺强的，对吧？这个英雄，这个英雄太打团太屌了，阿木这英雄打团太屌，控制时间太久。来和我玩吧。到时候下播看点攻略，明天的话来一把上单大大大阿木木操作一下，有点厉害。敢踢过来就直接舔到，不能上，冰心考虑一下。救我，你能怎么样？舔到二到四个，我来扛伤害，你们打输出喝药。好，上单不在是吧？哦，中单不在，那我的他妈二了四个，他妈没打。不要反打，他帅的一，哎呦，练度，我操，小太，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你，Shut down。我的兄弟，没事，不要慌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得杀这个发条，这发条有点肥。我不开了啊，你们开吧。开赢了还好，开输了就是背负啊。先到。带一波上路。找点朋友吧。啊，你们完全，我单带了。上了踢吧。来和我玩吧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14级。那你们开吧，我不开了。好吧，看一下，我第二次进场。我就不舔了。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尽力。这一波不怪我吧？这一波谁开的团？反正不是我开的啊，我第二次进场，玩二到三四个。为什么没打过？你看这个 ADC 有伤害吗？没有输出的呀。等下出去看一下伤害，你就知道问题点在哪里。我感觉我得出点输出了，光出肉不太行。你别指挥我好吧，我们的资料去哪儿？我强开你跟得上不啊？我强开你跟不跟得上，跟不跟得上啊？收，你很骚啊，你怎么一直在旁边放着小技能是什么意思？你骂了个巴子的，这他妈的没头。一换四赚了，大反甲来。承受伤害23,000。